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奇迹海洋第二天的 Vlog。今天我们将继续探索这艘令人惊叹的游轮，感受更多海上的奇妙体验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冒险是什么吧。早晨，在游轮靠岸前，我们迎来了美丽的日出，太阳刚好从岛的正中升起，创造了一幅令人陶醉的景色。下船后，我们搭乘小车来到岛的入口。Coco Cay 又称可可岛，是巴哈马的一颗明珠，也是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公司专属的度假天堂之一。以下是该岛的一些特点：白色沙滩仙境 ，Coco Cay 拥有清新质朴的白色沙滩，仿佛是人间仙境。丰富的水上活动，这个小岛提供多彩的水上活动，包括波浪地、滑水道、高空缆车等，适合寻求刺激体验的游客。度假村式设施，经过皇家加勒比公司的投资 ，Coco Cay 拥有度假村式的设施，为游客提供舒适的休闲体验。风景宜人，岛上的风景宜人，适合度假者漫步于海滩，欣赏大自然的美景。由于是我们第一次来到 Coco Cay， 我们全家选择欣赏质朴的白色沙滩，玩得尽兴的一整天。好晒啊，好晒啊！你戴太阳眼镜了吧？戴了，戴就这么一点点路也要坐吗？Eight.